我们准备一下。那个原本啊，哈，其实早期我们在玩天堂的时候，根本没有这些所谓的这种传送界面嘛。然后我最近又想说，诶，那以前我们用走的也可以到，比如说从古丁哦，我们走到蓝柳村，对不对？我们用都用走的，甚至说从蓝柳村一路往上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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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就经过妖身嘛，啊，我们还不敢进去妖身，好，然后走到龙之谷去，什么拉菲龙引怪下来屠村啊这种哦，就想说，哎，好久没有走了，这应该可以来走走看哦，这种，不一样的那种体验，好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好，那不然我们就来跑一下，好，看这样跑一圈大概要跑多少？现在我是用枪手哦，用我的枪手来跑，因为枪手的话可以常驻这个。可以常驻，3段加速，好，但是呢，我想说哈，如果我们用最快的方式去跑的话，哦，如果变个黑法师来跑跑看，因为他移动速度有加11%嘛，好，我们用它来跑跑看，大概可以要跑多久才跑得到？好，那我们即将开始，我们即将开始哦，我们从港口开始跑。等一下，我们就逆时针跑啊，逆时针跑。然后现在的时间是，2019年9月9号的22:53，55分整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跑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哎，跑还变慢了。二一，好，开始跑，一路跑跑跑跑跑。哎，这个怪也太多了吧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不行了，这不行了！看来是势必要那个决一死战了。来吧，干掉吧！杀出一条血路了！哎呀，我要按到了哈，这个有点硬哦。快快快，打打打！真的要清掉，真的要清掉！糟糕，怎么会来这个？啊，我没有穿武器，哎，求了求了！难怪打那么久。OK OK，走走走，出发，Go Go Go！我们走。我们走。
啊，要从这里啊，搞错，要从这里下来绕上去啊。好，回到了，这样花了几分钟？40分，哇，总共跑了准准的40分0秒到哎，所以现在花了45分钟哎，哇，跑一圈45分钟，不过我们刚刚在这边的时候是耽搁了一点时间，我们缩小啊，在雪碧的时候耽搁了一点时间啊，好，然后到火窟的时候也走错路，走到这里来。哦，然后刚刚观众有跟我们说这边有一个船点，他说这边有一个船点可以传进来的样子。哦，我们没有走到底啊，我们走到这边就先走回来，从这边北边走下来哦，然后沿着腰身这样绕45分钟，哇，45分钟绕完这个图，真的是不简单哦。好，来。